伤了。大哥，我没受伤啊，大哥。啊，你们三个怎么了？大哥，我们被怪兽袭击了，怪兽把我们都打成重伤了。你看，大哥，我的胳膊，我的胳膊断了。那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你没受伤啊。哦，我呀，我刚才其实我的胸口、我的腿还有我的脚都疼。为什么他们都受伤了，只有这个没受伤？不对，一定有什么阴谋。让我看一下，你到底哪里受伤了呀？我呀，我头疼，我眼睛也疼，我嘴也疼，我浑身上下都疼啊，大哥，你要相信我呀。哦，我不是不相信，我只是问一问，关心一下你嘛。哦，大哥，你看我这也受伤了，能不能让我进去呀？哎呀，这着什么急呀，进去可以。让我看看你的伤势如何。哎，不用不用了吧。哼，你就根本不是奥特曼，不是我兄弟，你是怪兽，看招。让他发现了。哼，怪兽赶快现出原形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怪兽的？哼，我兄弟我自己能不认输吗？我这些兄弟都受伤了，只有你没受伤，这就是你的暴露之处。哼，这个奥特曼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哼，那也完了，看招。哼。